大家好，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卓越创的精工横压阀的装配。首先我们这个牌子在淘宝上已经卖了有差不多4年了，它本身的设计跟数据都是相当的成熟的啊，我们的横压技术一直是被大家模仿，然后画蛇添足，加点东西，加点噱头就成为了他们的产品。下面我为大家先演示一下叠换杆，我们一直用的是12片叠环曾经有段时间也用过13片，因为这个叠环的数据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还有很多客人反馈回来的数据得到的结论，12片到13片其实是最稳定的。我们用的叠环是德国进口的原装的，这个叠环上面原装的叠环上面是没有 logo 的，这一定要弄清楚，是绝对没有 logo 的还有一点，不管你是进口的也好还是国产的叠环也好，只要你超过它的承压极限，那么它肯定会永久变形，你用的时间长它也会变形，所以你的碟片用的数量越多，那么只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你的横压不稳定，而且是由碟环造成的不稳定。像我们这种排法还有我们所用的这个碟环数量，它用的时间越长碟环反而还会越稳定，就是这个原因。下面我们来开始装，在胶圈上面涂抹上硅油，然后横压部分的铜体也涂抹上硅油，好，然后把叠环塞进去。这里可能会有时候可能会有点紧，那么你需要敲两下装进去以后，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改了有1年了，也就是说不再用卡环，因为那个卡环的话你会需要用到卡环钳，有很多朋友他是买不到卡环钳的。装这个铜片的时候你大概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它是分正反的，它有一面有台阶，有一面没有台阶这个台阶的一面我们要朝外面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要用到一把电锯锨把它拧紧，拧到位，好，然后我们装后面的调料螺丝。调料螺丝胶圈要抹上油，然后点进去。这个螺丝可能会有点紧，因为不做太紧的话它很可能会造成横压发生变化。紧这个螺丝紧到大概留一个丝牙，一个丝牙在外面就差不多了，是有13个牙左右，有13个牙左右。然后我们装下一片，下一片的胶圈涂上，之后我们看这个上面有3个孔，先装工头，中间这个孔装工头，充气工头是8毫米的。这个螺丝这工头这里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小螺丝它上面的胶圈
是不能带死的。我们怎么来判断呢？你可以紧这个那小那六角螺丝压这个胶圈变点形啊，然后比这个螺丝屁股要大一点点就行了。但是不能带，不能太死啊，也不能太松了，太松的话会漏气，太紧的话胶圈翻出来也会漏气啊。用算的小工具带紧，然后我们装表垫，这是表垫，表垫先装横压的，放进去，直接放进去，然后把横压表拧在上面。这横压表紧的时候，你要注意，不能说死力把它带紧，死力把它带紧的话，会可能导致就是说你把表拧断了，拧到位差不多。稍微带点力就行了。好，装气压表。这里区分哪个表很简单，工头对自己，然后前面朝上面的话，这边就是气源，这边就是横压然后我们装喇叭座，也是弹簧座先放胶圈，胶圈上涂油，然后放喇叭座。这种分离的喇叭座实际上是一个很经典的设计，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朋友他会需要用到加大气室或者用这种，如果你的喇叭座是固定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根本就无法去装在中间装其他的东西。先装一下，然后装气嘴。气嘴这里呢，我们用的是分离式的气嘴，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气嘴座子做成一体的话，那么假如你的这个结合面有伤口了，那么你整个全部帮我废掉。像如果做成这种分离式的话，你只需要换一个铜座就行了。把弹簧装上，弹簧插到这个杆子上面。装回去。至于说什么铜座和这种分离的会漏气，那纯属是商家为了少做一个零件节省成本把它压紧。从来没听过，四年了从来没听过说这个铜，因为这个铜座的胶圈这个铜座胶圈不密封漏气，从来没听过然后我们把拿不住，放着，等我下来，开始。然后再用手蹬两下，然后再拔一下，检查一下，看看这个气嘴是否装好了，还有弹簧有没有放好。将。如果你要用加大气室的话，如果你的出气量不够力度不够的话，你可能会要用加大气室。加大气室的话，直接就是把中间拆开以后，这个加大气室这个台阶上面加一个胶圈为了防止漏气，我们涂上油，然后把喇叭座放在这个上面直接加上去，这个结合部的外面是不需要再加胶圈的。如果你去多加的话，因为我们的做工是非常精细的，
外面的结合部是不需要再加胶圈的，因为我们做工非常精细，底部有一个胶圈就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外面再加的话，那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导致这个结合处漏气，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加的，啊，带紧，用手带紧就行了，啊，然后往左，到上面，这样我们的一个普通的阀就变成了一个加大气室的恒压阀。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设计是很成熟的，它表现就在这些地方，这款设计是非常经典的，相信有很多朋友也用过。呼吸孔的问题，呼吸孔我们又管它叫防爆孔，所以这个孔它一定是要放在外面的，而且它虽然叫呼吸孔，但是它只会把叠簧那里动作的时候产生的气压从这孔小孔里面排出去，而不会说是从这个小孔往里面吸气，所以说进灰尘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你防爆孔你把它藏起来的话，那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装配的就介绍到这里。